好，我是小妖哈。今天呢，我就去超市买了点菜哈，因为我的鸡蛋没有了。我一天能吃两三个鸡蛋呢，我就特别喜欢吃鸡蛋。肉的话，我只吃那种水里跑的鱼虾，鸡肉能稍微吃一点，其他肉都不吃了哈。我妈就说，你猪肉了啥都不吃，没有营养哈，就让我买点自己喜欢吃的。我喜欢就吃买了点那个啊，我吃那个鸭脖，还有那个买了点那个豆干，我也喜欢吃豆干，还买了，我特别喜欢吃甘蔗啊，买了点甘蔗。今天花了100多块钱哈，唉，大家有没有那种啊，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吧，就是我每次去超市的话都要去买那个。不是去买，都去超市的话，总要自己带那个购物袋，就是每天每次去都不愿意花那3毛钱去买个购物袋，我都自己在家带着去超市，然后呢就花几百块钱买东西一点不心疼，但是让我花3毛钱去买个购物袋，我真的很心疼的。然后就是好比那种一毛嘛，3毛钱你扔地上我都不带捡的。但是让我花钱买购物袋真的不舍得，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的，我也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，可能就是比较抠门吧。大家可以评论下方哈，你们都是这样的吗？